贸易战结果就是退回到资产自销、自给自足的状态。分工与协作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。退一步说，退回到资产自销、自给自足的状态，谁更有利？肯定是资源多的大户人家有利，因为兄弟姐妹多，劳动力充足，外部分工不能进行了，还可以在家庭内部进行分工协作。从这个角度思考，我们会怕打贸易战吗？单就气候条件而言，中国气候上横跨多个气候带，热带、亚热带、温带都有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。同样道理，人口上我们有14亿人口，分一半去种田搞农业，还有7亿。关是国家计划建设的8个国家级中心城市，每个城市人口都可以发展到3000万，加在一起就有2亿多的人口。1840年以前，户部开放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当然，从人类进步而言，在全球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分工协作，当然是最科学的。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人，在星际之间进行分工协作，也是科学合理的。所以我们是真不爱打贸易战，就像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，之后传入了许多农产品新品种，极大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。近代以来，我们的教训是：一、军事。近代以来，中华民族吃亏吃在军事科学技术上，这一点我们现在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原来是弱项，现在是强项，正可以大大发扬一番。二、开放。这个现在好办，主动权在我，人家不开放，我们主动开放就是，是我们的优势。我们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发达，我们喜欢开放，不怕开放。方块字，全世界独一无二，举世无双。中国方言千差万别，妙趣横生，但又高度统一。方块字，大开大合，纵横天下，这正是中华文化强大凝聚力的表现之一。宗教意识形态也是如此，不论什么宗教来中国，我们都不怕。佛教是这样，伊斯兰教是这样，基督教也是这样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，水土不服的去掉，合适的就留下。我们有这个改造创新能力。地理上的缺点是海岸线少了些，东边有西边没有，西欧是东西南北都有海岸线，美国是两面都有海岸线。海运运输数量大，运费便宜，天长日久，节约下无数的资金，单这一项就可以使沿海地区达到富裕。不过我们东部有海岸线，长江的下游可以通江达海，也不错，比俄罗斯好很多。再一个缺点是人均资源少，不过现在可以用工业品去换，最极端的是用军事手段去换，总不能不让人活了不是，所以也不怕。笔者非常拥护高层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。中国雄居欧亚大陆东端，地理位置有利，与四面八方的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，再用铁路公路一连，正是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，谁能奈我何？想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更是不现实。时代变了，此次欧洲和日本之所以会将绝大部分商品贸易关税降至零，是因为二战后德日两国都改变了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，从原来的靠抢夺变成了靠劳动，有点像游牧民族走向定居，成了农耕民族，日子过得安稳了，干嘛还要去抢？现在草原民族只剩下一个美国，所以此次美国陷于孤立一点都不奇怪。美国人之所以还是要搏一把，也许真是寄希望于中国不会搞技术创新，这个我们自己自然是心中有数。要防的是美国人很快明白过来后走出的下一步，所以真有什么好的技术创新，最好还是先保密起来，保密一段时间再说。